现在这个车间里看到生产的呢是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订单。这里呢是我们全国的5G智能化工厂，通过工业大脑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布局了150多个通信点位，通过全过程智能化来指挥。公司响应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成功打造了中国、泰国、柬埔寨三大生产基地，同时把成熟经验向我们的泰国和柬埔寨基地覆盖。 致力打造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样板工厂。未来，公司将进一步推进新的海外基地选址建设，在全球轮胎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中，积极发挥中国企业的作用。